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梅花的画法，下面呢我就把梅花的情况呢介绍一下。梅花作为这个花鸟画当中重要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画当中啊最重要的题材啊，所谓的这个梅兰竹菊啊四君子画，一直从这个文人画当中就非常的重视。一呢，就因为这个把梅花呢啊比喻成这个高人雅士啊，把兰花呢比作这个空谷幽香啊，比作美人，把竹子呢比成这个虚心高洁啊君子，把菊花呢比作这个隐士啊，所以有巨大的这个象征意义啊，人们都非常喜爱啊。现在尤其是这个梅花，在这个四君子画里面呢，因为它是这个木本植物啊，可以画这个很大的画，所以咱们国家呢就很多的这个包括日本其他的国家也把这个梅花呢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题材，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议会大厦啊都挂着梅花，咱们国家的像这个国家的重要机关乃至于领导人的这个贺年卡都是用着梅花啊，这个题材就非常的重要。甚至在这个文革期间呢，梅花呢也是这个一花独秀啊。下面呢我就呢介绍梅花的这个画法。画梅花呢分四个步骤啊，分四个步骤。第一呢要画干啊，画它的老干，先画老干。一啊干啊，哎，也就是这个字儿啊，画干。第二步呢画枝子啊，画它的枝子，画枝子。第三步呢要添花，要画花吧，画花。第四步呢叫点钉啊，这个回头我再详细的跟大家讲的为什么叫点钉啊。这四个步骤啊都非常重要啊。下面呢我首先讲一讲这个画干啊，画这个老干。画干呢用的墨色也可以用墨啊，也可以呢稍微的加一点赭石之类的颜色来画啊。画干的时候用墨啊要稍微的淡一点，不要太浓啊，不要太浓。画的时候呢，画老干的时候呢要画的苍劲啊，就是画的有些个说变化，好像是攀曲呀、啊、这样变化啊，画的苍劲。同时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给画枝子呢留空啊，留空白。下面我就画一画啊，看看这个要画的苍劲啊，墨色呢也不一定是太浓，哎，画枝子的颜色啊比这个干要稍微重一点，因为干画完了以后呢你还要调整啊，要苍劲有力啊，哎，苍劲有力变化啊，就是画老干啊，将来还要加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给画枝子留空啊，给画枝子留空啊，就是我给你讲一讲就是画干的特点啊，给枝留空啊。留空，留着空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
将来画枝子好穿插用啊。下一第二步画的时候呢要注意墨色不要太浓，为什么呢？将来枝子啊还要画的浓一些，另外这个干呢还要将来加工啊，你比如将来点个点啊什么的，还有变化的，将来可以下一步啊可以变化的，一次画的太浓了以后就没法加了啊。所以是第一步要画干，画干的时候呢注意这个比较的有很苍劲的啊，梅花的枝条呢它有的是比较直，但在画干的时候呢让它这个盘曲啊错节啊，让它就很苍劲有力啊。然后第二步啊画枝子，画枝子呢墨色要比这个浓一点啊，浓一点，浓一点呢就是画枝子的时候要注意哎穿插，注意留空，也要留空啊。你比如说画枝子哎，这是干嘛的呢？留空的哎，留空哎，这个呢这为什么这留空，这这个画干的时候呢给枝就留空了啊，画枝的时候要直一点，这就是给花留空啊，画枝花留空啊，给花留空，给花留空，这个画枝子注意留空啊，画枝子留空是给花留空，画干留空是给枝子留空啊，就是留着空就是为了将来画花用的啊。将来画花的时候如果是说前面的花就在这画了，如果是枝子背面的花就不用留空，它在这面画，画的前面的花呢要给它留空啊，因为不可能这个花都是后面的，是不是？所以的话呢要有点前面的留着空着，这种都是为了画这个前面的花啊，不是画背面的花，背面的花呀就可以不留空了啊，不留空了。画这个枝子的颜色要比这个墨色吧要比这个画干的时候要重一些，要重一些，画的时候呢要直一些，因为有的叫把这个梅花叫抽条啊，它这个比较这很长的啊，不像老干这么盘盘曲曲的啊，可以是长一点啊，长一点，注意留空。下一步呢就是要添花画花了，画花呢有两种画法，一种画法呢叫点花，就我觉得叫墨骨画法啊，人家直接用颜色或这个这个有时用淡墨呀或是用颜色啊来画它，有的呢叫圈花，就是画圈儿，那画等于是白梅啊，圈花，圈花，一个是点花。这梅的梅花的颜色呀，本来这个颜色不是很多，品种很多啊，主要的可能有这个白色的梅花呀，粉色的梅花啊，所以红梅呢大半也是有点偏粉。但人们在画的时候呢画什么颜色都有啊，有的画成黄梅也有的，还有的呢甚至画成这个绿色的梅花，还有的画成石青色的梅花，这都可以啊，根据它这个需要吧，艺术的效果出发，人们也可以对他们也很理解。首先你中国这个墨
就画很多东西，就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真正的黑的东西用墨的东西很少，但是呢墨本身就可以画很多东西，所以在这个颜色上啊，哎，根据这个需要画什么颜色基本上都可以啊，所以在这点画的时候呢啊，什么颜色都可以点，根据需要就可以了。一般的情况下呀，点花呢还是点这个红梅啊，圈花呢用圈来画呢画的是这个白梅啊。在这个圈花的时候，先画一画圈花啊，圈花的时候啊，这个墨的颜色呀也不要太重，不要太重，稍微淡一点啊，稍微淡一点。注意这个花呢，这个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还有它这个开过的，还有是半开的，还有它那个花苞，也就是说那花骨朵啊，在这画画的时候呢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下面我就画一画花啊，基本上呢就是一圈圈的画，咱在画圈的时候注意啊啊，不要是一笔就要求它画圆了，哎，或者是怎么样，没必要。画的时候呢让它为了有力啊，可以用这个短笔接它啊，你比如说这个圈，哎这么一个圈，这短笔接，这样有力度，有力度啊，有力度。这是一个正面的花，因为它这个留这个地方了，哎，没了这个花呢还可以画点别的，这就等于另一个花骨朵啊，这一个花骨朵，哎，花骨朵。这个画一个侧面一点的啊，侧面的梅花呢一共是花是五瓣啊，五瓣啊，个别的有长六瓣的，也有长四瓣的，哎，画的时候这个都是以五瓣为主吧，啊，多一点少一点的，就是因为它有角度啊，有的甚至就掉了个花瓣，这都无所谓，没人细抠这个啊，所以这个都可以画，哎，这都可以画啊，像这个可以画。要有力啊，这一个圈就是一个花骨朵啊，一个花骨朵。这是圈花的画法。还有一种画法呢，就是这个点花的画法。点花的画法啊，现在还是说那个画花啊，画点花。点花用这个曙红啊，曙红也过去叫西洋红，曙红啊，加点朱标或者朱砂都行啊，这时候曙红点一样啊，和那个点那个花是一样的，点不点，这是一个啊，
这一个环骨朵，这可以给来一个侧面的。五个啊，这是画一个背面画啊，背面的。这就是点的画，点画的颜色，好多颜色都可以用啊，别的色也可以用。下一步呢，就谈到的点钉。啊，点画的时候呢，注意啊，就是它这个不同的角度啊，背面那个花，侧面那个花啊，前面的花，后面的花。还有它的这个盛开的花，还有半开的花，还有它这个花苞和骨朵啊，在点的时候呢，就是注意一下。画完花以后啊，就要点钉。大家可能对这个点钉啊，不太了解，为什么叫点钉？点钉呢，就是等于是啊。就在这个把它这个现在这个花呢还没有长上去，那需要把它点上长上去，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点钉。这个点钉的这个内容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个花丝啊，也就这次叫花丝，用纵墨来画啊。有时候如果是红的呢，也可以用这个深红色画，也可以用这个墨来画啊，花丝，这叫花丝，花丝，花丝。点钉内容之一也叫花丝啊。还有一个呢，就花蕊，这是花蕊，花蕊，这叫花蕊，还有花蕊，花蕊啊，还有呢，就是那个花萼。它就什么叫花萼呢？就是花那个背部啊，就是那个萼啊，就是这个花萼。花萼，还有呢，花柄，就是这个东西，花柄。这是花萼啊，这个花顶、花柄，也就是那个把儿。如果它结了果实啊，它那个小把儿啊，就苹果把儿是那个把儿，它就靠这个柄啊才长在枝子上，不然的话，你这梅花长不到枝子上去。还负责什么呢？要点胎。开点儿，点开点儿。所以这个点钉的内容啊，就很多很多。为什么叫点钉这个词儿？这是过去从这个画上传下来的词儿。因为这个过去没有现在这个钉。现在这个钉子啊，他们叫洋钉子，洋钉子，
拿铁丝这么做的。那时候呢，钉呢是铁匠打出来的。哎，过去如果现在就有那个农村的有那个老式的农具啊，哎，还能发现有大车上啊，还有一些个犁呀、坝呀上头呢，还能找得到。那钉子形状是这么一个东西，哎，就是也比较大啊，这么个东西，没有那个现在钉子是那个帽，它是用铁匠打的，啊，要不说是这个好铁不打钉嘛，就是，它是这么个东西。它这么个东西呢，它很像这个，哎，很像咱们这个画梅花里头这个花饼这个形状，所以呢，就把它叫做点钉了。哎，注意这个点钉的由来，哎，注意它这个很像这个，它是个钉子，指的就是这个花饼，这个花瓣儿。啊，他这么说，但实际上内容呢，就包括这么多，啊，画这个花丝、花蕊、花萼啊、花饼、点台点都包括了。为什么要点台点呢？啊，同大家看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像这个显得这特别孤立。你看这个蛋呢，因为这个点钉的颜色要重啊，要重，要浓墨啊，色重是吧？色浓啊，嗯，因为它色浓，色要不浓呢，它画出来不精神，所以必须用色浓。在色浓的情况下，哎，枝子呢颜色比较淡，点上这么一个，钉子之类的，感觉到啊不协调、单调，一看着就不舒服，哎，所以呢，在这个点这个这，哎，这几样东西之这个基础上，他又点了好多点儿，哎，他那么一点点儿呢，他就不显得孤立了，哎。他就不显得孤立了，啊，本来你要不点这点的时候啊，显得他很突出，哎，很不好看，啊，这个也是一样啊，也可以想画个圈儿，然后就这么画啊，点钉，点的这个花丝花蕊，哎，哎，一画，感觉到挺舒服，加上没有这些台点儿，他就不舒服。实际上梅花上呢，没这么多就点点当的，它比较光滑的还是，啊，所以这要这个生活之真实要符合艺术真实，实际上它梅花没那么多点儿，点这点的目的就是为了效果出发，为了画面需要啊，画面需要，现在就是画花丝，啊，然后是花蕊。点花托，点钉啊，就是钉子了啊。像这个花，就看你怎么画了。我就把它画成背面侧过来的，这露出一点丝来，哎，这个点钉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有时候是点花的时候啊，特别熟练的画家点花的时候，他很随便。啊，有时候就拿过来以后啪啪啪的点上一下子，哎，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他这个一点钉，通过这一整理，就感觉到很舒服了，啊，很舒服了。你既然这点了，这也得点呢，是吧？也得点。点台点的这个也是一个衡量一个画家水平的，能看出来啊，不要搞得他这个要灵活啊，要灵活，就好像是跳舞是在那了跳动，哎，这样，特别有时那个山水画上一些点什么感觉在那种跳跃啊，不要感觉他特别死板。也不是一味的快，有快有慢也是。你像这个花，它就是属于长在这个枝子的
后面那就画不着花丝花蕊了，因为看不见，他只能看到他这个花萼，也就是点个点就行了，它就长上了就行了啊。这个是看，这就到底怎么点，全是在你这个点睛的时候啊，根据它你怎么让它长它怎么长，你要是长到前头它就长前头，长后头长后头，全看你这点的时候怎么点了啊，怎么点了。所以说这个大胆落墨，细心收拾啊，细心收拾，在点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得把这张画你得画完整了，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你要把它给调整了啊，调整了啊。为什么说这个老干的话一开始要画这个淡一点呢啊，他以后还可以整理呢，因为咱们这次画的过程啊，有时候这个它已经都干了啊，哎，在不干的情况下还可以去整理。下面我再画一下啊，画两种画法啊，先画干，画干要苍老，再画枝子啊，这已经给那个画枝子留空了啊，枝子的颜色呢要稍微重一些。下面呢我画这个圈花啊，圈花的圈花的颜色呢，墨色不要太重啊，不要太重，围绕着花画点画啊，注意疏密啊，有疏的地方，有密的地方。下面就点睛啊，点睛，用浓墨啊，用浓墨，先画这个花丝啊，花丝花蕊，一块点上了就啊，一块点，这些我刚说的这个点睛啊，这些的内容一块就下来了啊，一块就下来了啊，花丝。有的人呢，因为这个画家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习惯，有的人呢，他就不点这个花蕊，上头就是光画这个，啊，画着花丝画完了就不画了，底下就是点这个胎呀、花萼呀这画，他这个花蕊就不画了，这也可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啊，不画也可以啊，因为他怕这个分量太重了，静默了是吧，
啊，这个呢，这个老干呢，显得他这个苍劲啊，苍劲有力啊，要是苍劲有力，有些地方呢，需要是加一加的，可以加一加，啊，可以加一加，啊，可以加一加，啊，这是这个圈画的画法啊，再画一个点画的画法。点画，嗯，先画干啊，哎，也是给画留空啊，给画留空。画留空。颜色就是曙红加朱标，或者曙红加朱砂，啊，都可以。不要单独用曙红画，单独用曙红画呀，它这个显得太薄。先在这个，哎，下笔以后啊，这个让它圆一点，哎，然后点，点钉啊，点钉，这个也可以画成这个，用这个深红颜色画也行，这个墨里头加点颜色啊，这个也可以啊。你看这个墨里头加上颜色，这个呢，要画在这上面，它也显得就是黑的一样啊，也跟黑的一样。用直接用墨画也行啊，这样也行。你看，这看着也像黑的一样。要趁着它这个半干的时候来点，啊，太干了以后呢，就不好了。这个花托长上了，不然的话它长不上啊。这个哎，这样长上了，这样就长上了。点钉，这点钉非常重要啊！你被点钉之前，这画呢看着就不怎么样；点了以后呢，就感觉挺精神。哎，哎，这样长上去，这样长上去，再点点点儿。哎，真要画熟练的时候，它就是很轻易的啊。行，这就是两种画法。还有
就从这两种画法之间呢，还有一种画法是什么画法呢？就是先勾勒啊，勾勒这个花以后啊，圈花，刚有圈花的画法，圈花画法画完以后，还可以着色啊，还可以着色。你像这个吧，就可以着色啊，哎，也可以着色。干了以后你可以画了颜色吗？就是先圈后着色啊，这些就是，哎，这就很简单了啊，就成了把本来是白梅花，现在已经成了红梅花了。还有一种画法是什么画法呢？哎，就是说是这个先点后圈啊，先点后圈，嗯，先点后圈，啊，先点后圈。我有时候就喜欢这么画，点的时候啊很随便，哎，哎，先点，有时候挺随便，就点吧点吧，就是这一瞎点一气，点了一气啊。点完以后的话呢，全靠这个最后点钉的时候把它解决了，啊，点钉的时候把它解决了。点钉的时候有个什么任务呢？还要扶着圈啊，先点后圈啊，把它圈成花。这个先点后圈，圈完了以后呢，要点钉，啊，点钉，啊，一样，画法一样，就是你是画的时候很放松啊，很随便，要是这个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哎，这个点钉呢，就是这个细心收拾的过程，哎，细心收拾过程。你这个如果很用心，这个画呢也感觉到画得挺精到啊，点钉点好了，一样也是一个很好的画，嗯，要细心收拾，让人一看呢这花都长上了啊，也不是说乱点的啊，不是乱点的，哎，哎，也感觉到这是画的挺精到，啊，挺精到。所以叫是这个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啊，细心收拾。下面呢，我用这个方法呢，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创作。先画了干啊，先调一下颜色，也可以呢稍微的就加点赭石啊，加点赭石，赭石先画赭，先加赭石，然后再调点墨，嗯，先画干，嗯，画干的时候啊要苍劲有力啊，苍劲有力，
直接着就可以画枝子了啊，啊，可以画枝子了。要有疏密变化，还要疏密变化。画画的时候，这叫构图。现在新这个新名词叫构图，啊，国画呢，传统说法啊叫章法，啊叫章法，就文章的章，啊方法的法，就画章法。章法呢就说是构图，啊现在说法就是构图，是很难的，啊很难的。要做到这个疏密啊，有疏密变化啊，疏密变化。啊，这个就有时候一画上呢，哎，这个画两种梅花，啊，圈花的呢指的是白梅，啊，圈花。这个圈啊，不要让它一定要怎么画多圆，可以是一笔画不完，可以哎两笔把它画成了，这个它有力量啊，你看两笔、三笔把它画个圈都行啊。国画特别讲力度啊，哎，你看我这个圈都是堆起来的。不圆也没关系，哎，就一点点的把它这么画出来，这么画出来以后呢，它有力量，啊，有力量，啊，你要是一个圈儿画，非要把它一笔画出来，它就没有力量了，啊，这是那圈花，啊，圈花的话呢，然后就点钉，啊，点钉，点钉换一种。比较细一点，小一点的笔，点睛，哎，点花托，花骨，哎，看花托，然后是，这就长上了，花托，啊，就是那个花萼，哎。花柄这点钉，哎，这是个钉，啊，这又是个钉，啊，钉，哎，这个画成背面的花了，给它，哎，就这么点钉了，让侧面的长上。花丝、花蕊长上，这是一个骨朵长上，啊，这个呢就好像是开败了似的，露一点就行了。长上了，啊，适当的呢点点菜。啊，这是那个圈花的画法。
全画成花瓣。下面呢再画那个点花的画法。点花呢还是就是这个朱砂或者朱标啊，加点曙红，加点曙红，因为这现这个朱标朱砂这个颜色啊，它有时候就是比较燥啊，比较燥。这个曙红这个颜色呢，它有时候就偏冷，有时它这个厚度不够啊，厚度不够，所以这两个颜色调在一起来画。像这个就可以多画点花，两朵，这要一点那就是三朵了啊，那密一点在这儿。有的那个画面比较大啊，有时候那个梅花比较以梅花为主的那个画啊，很大一张画就是画梅花的，那时候呢还可以分出层次来啊，前后变化，你比如都是这个红梅啊，有时候这个为了增加厚度，后面的梅花呢就画淡一点啊，花也淡一点，枝子也淡一点，啊，增加层次。做一做，做一做。差一点呢也不是说是都一边大啊，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啊，
下面点睛。画这画丝，你可以画个圈儿开始，哎，然后点这个画，画蕊。注意啊，就是它这个半湿不干的时候点最好，真要开完全干了后呢，它就是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有点干了，因为这个灯比较温度比较高。这张画呢，就算画完了，啊，我就在题上字就算完整了，啊，梅花这题材，它这个重要的原因呢，啊，还有这个各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啊，一个它就从这个它这个冬天开啊，冷的时候开花，啊，感觉到这抗严寒啊，另外提到呢，叫铁骨朱颜。就说这个呢是既坚强又美丽，从这个季节上啊，它呢又有它的特点啊，一般呢就是说是春节期间啊，这个春天啊或者冬天和春冬交接的时候，别的花都不开了啊，只有梅花开，所以它这个就题材重要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啊，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啊。下面我就把这个题上字啊，题上字的话呢，这张画就算完了。嗯，这个地方呢，画的时候就给这留位置了。在画画的时候，构图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题字的位置。啊，题字的位置，题一行也可以，题两行也可以。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盖名章，啊，这个地方加一个压脚章。梅花的画法呢，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